百变的秦岚。回老佛爷，这话念得不多，只念了《列女传》《四书》《唐诗三百首》《全宋词》。你们太残忍了，本来我还有一些好戏要上演的乐趣，今天你们把我这乐趣也剥夺了。从前宫中发生的事情，本宫可以既往不咎，但是日后谁在兴风作浪，本宫定不会放过。我觉得这是个坑啊，越走越深，我最后走到坑里，你们把我埋起来。这节目我觉得来了之后，我就锻炼我的脸皮，因为我的脸皮要足够厚才能撑下去。我觉得我在这儿已经把所有的自尊心都被颠覆到了最底层。看着老师跳得多好，索性就老师没有跟我同时跳，就怕人比人。其实我编一点动作也无所谓的哈，因为只有老师知道舞步，其他人都不知道。